Chinese lesson 4. Yesterday, today, tomorrow. 前天，昨天，今天，明天，后天。前天，昨天，今天，明天，后天。前天，昨天，今天，明天，后天。前天，后天，前，后，前面，后面。前天，后天，前，后，前面，后面。前天，后天，前后，前面，后面。前天我吃了水饺，前天我吃水饺了。前天我吃了水饺，前天我吃水饺了。前天我吃了水饺，前天我吃水饺了。昨天我吃了水饺，昨天我吃水饺了。昨天我吃了水饺，昨天我吃水饺了。昨天我吃了水饺，昨天我吃水饺了。今天我吃了水饺，今天我吃水饺了。今天我吃了水饺，今天我吃水饺了。今天我吃了水饺，今天我吃水饺了。明天我要吃水饺，明天我想吃水饺。明天我要吃水饺，明天我想吃水饺。明天我要吃水饺，明天我想吃水饺。明天我想吃炒面，后天我想吃水饺。明天我想吃炒面，后天我想吃水饺。明天我想吃炒面，后天我想吃水饺。你很喜欢吃水饺吗？是的。前天我吃了水饺，昨天我吃了水饺，今天我也吃了水饺，明天我还想吃水饺，后天我也要吃水饺。你很喜欢吃水饺吗？是的，前天我吃了水饺，昨天我吃了水饺，今天我也吃了水饺，明天我还想吃水饺，后天我也要吃水饺。你很喜欢吃水饺吗？是的，前天我吃了水饺，昨天我吃了水饺，今天我也吃了水饺，明天我还想吃水饺，后天我也要吃水饺。前天我吃了巧克力，前天我吃巧克力了。前天我吃了巧克力，前天我吃巧克力了。前天我吃了巧克力，前天我吃巧克力了。
昨天我吃了巧克力。昨天我吃巧克力了。昨天我吃了巧克力。昨天我吃巧克力了。昨天我吃了巧克力。昨天我吃巧克力了。今天我吃了巧克力。今天我吃巧克力了。今天我吃了巧克力。今天我吃巧克力了。今天我吃了巧克力。今天我吃巧克力了。明天我要吃巧克力。明天我想吃巧克力。明天我要吃巧克力。明天我想吃巧克力。明天我要吃巧克力。明天我想吃巧克力。明天我想吃巧克力。后天我想吃巧克力。明天我想吃巧克力。后天我想吃巧克力。明天我想吃巧克力。后天我想吃巧克力。你很喜欢吃巧克力吗？是的，前天我吃了巧克力，昨天我吃了巧克力，今天我也吃了巧克力，明天我还想吃巧克力，后天我也要吃巧克力。你很喜欢吃巧克力吗？是的，前天我吃了巧克力，昨天我吃了巧克力，今天我也吃了巧克力，明天我还想吃巧克力，后天我也要吃巧克力。你很喜欢吃巧克力吗？是的，前天我吃了巧克力，昨天我吃了巧克力，今天我也吃了巧克力，明天我还想吃巧克力，后天我也要吃巧克力。